们要看的是孟多这边的实验。七爷完了换八爷，来来来来，这个呢也是网络上就是非常流行的，那就是你的家里是那个像这种小碟小瓷盘，不小心破掉有没有？哎呀，不用丢掉，不用担心，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家庭有牛奶。OK， 这个牛奶呢是打开，你这个是已经破了，对，已经破了，破是破在裂掉还是它是破？但是我现在是那个捏起来，还用胶带，对，先捏起来。哦 ，OK， 对，所以盘子破了，先按照它原本的纹路粘好。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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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破了。好想看。粘好之后呢？然后奶牛奶这样，嘿，哦。倒在一个水晶碗里面，这个牛奶怎么看起来绿绿的？你放多久？没有啦，真的浪费，真的浪费。谁想的？然后把它放进去，泡进去。One minute， 一分钟。不见了。等一分钟。可是你外面有贴了一层胶，它会吸收，它会吸收。它不是封住了吗？也不可能啦。你说如果把碎片拼好摆下去，我觉得有点合理。没有没有没有，就飘起来了。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是钙嘛，牛奶里面有钙嘛，对不对？吸收。然后那个它搅在旁边，其实有很多那个空间，所以吸收。你的意思是说，你这个盘子吸收牛奶里面的钙，然后它就长骨头，然后它就整个哇，好有画面哦。所以买的时候记得要买高钙。还会长大喽！啊，你就是来闹的啊！对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其实一分钟如果可以修好一个盘子，妈妈会觉得很厉害。对嘛？你这样讲，只要我们骨折都去泡牛奶就好。对，我还可以接受。伤口破了泡牛奶。四、三、二、一，停！来喽 ，It's show time！ 要不要喝完？喝，对，喝掉啊！哎，你还要把那个胶带撕起来。你看喽，真的很神奇哈！怎么了？怎么了？你看喽，要把胶带撕掉。你放粉红色这边才看得到。好，现在扒起来了。真的假的？把胶带有没有一层一层的？真的假的？这如果能成功，这集一定是金钟奖。真的假的？这个真的成功，诺贝尔奖。你看喽，扒起来，你看吗？来，哎，扒起来喽，来注意喽，哎，这边已经没有喽，来。来，已经不可，你看没有，真的？什么啦？谁讲的？这个烂的梗，怎么可能啊？哎，他是不是要加一点可乐？哎，一号可能比较好，啊，多喝一点。就这样。嗯，不是不是，其实说真的，就是裂的太大不行，就是说一点点。还在凹，还来凹。这真的是一点点，上面表面就是有那个一点点裂，或是干嘛，就是泡牛奶。他是不是因为一直泡，所以不行了？你可能就是你要拿着，然后是要一直，然后转一转，舔一舔。没有啦，更蠢嘛，更蠢。你这就像是在吃 Oreo 一样，转一转，泡一泡牛奶。小的就可以对来修嘛，是这个。小裂缝太大的不行，太大的不行，大裂缝不行。好，我不要再听你们画虎兰了。Tanny 老师，到底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脑袋的关系？刚刚如果是摔到全裂的话，是当然是一定没办法。对，那当然，其实网络上在流传的比较有效，是因为它可能有一些小小那种细细，就是我们用很久的那种碗，那些小裂痕，它可以用这方法。原因是因为你把它想象，就是我们把牛奶煮成像 cheese 一样的时候，它其实有点粘性，它就把那个黑黑的裂缝，就是看起来就是填满了，遮盖住，就是化过妆的样子。但其实那个裂缝还是真实在的，但是那个牛奶还是冷的，也没有煮过它。对，所以刚刚这个一定不行。对，好吧，那这两个实验都失败啦。谢谢马丁孟多，谢谢。还是我们的阿龙以及博文，你们如果觉得上一组很烂，这一组也很值得期待哦。没错，没错，没错。阿龙，你的这个实验，我真的是，如果可以成功的话，你简直可以去 Apple 工作。真的，真的可以，因为呢，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就是没电的问题啊，忘了带充电器呢。那就是有一个传言说，你都可以打给这个号码，好像。孟多前女友都会帮你充电，什么？孟多前女友会帮你充电？关键是你为什么会有孟多前女友的电话？对，而且他还会来帮你充电。他不会来没有，他就是会传电给你，或是这个手机里面有一些隐性的电。孟多前女友对你放电？对，没错没错。隐形的电在手机里。好，你现在手机的电力是？先看多少？几趴？50%，看到了，现在有50%的电力。然后呢，号称他只要用这一只手机拨打一个号码。嘿啊，来，请拨打。然后这个号码是迷思七警三
三七零，然后紧。好，你帮我按紧啊，还有紧，然后要播出，它电力就会变多，是不是？啊，来了，哦，要播喽、欸！真的有这样一个密码，对，他正在写 please wait 哎、欸。他真的写 please wait， 等一下他说什么？他说 error performing request unknown error， 他只说这是 不知道的错误，不知名的错误，然后 dismiss 就没有嘞、欸。啊，电力呢？电力，看一下电力，还是50%。Oh my god， 谁想到会这样？这个事情是没有悬念的，就是他刚刚做那个样子就不会成功。啊、不过网络上有流传一些什么，比如说按什么号码，然后什么手机会封锁啊，或者是回复成原厂设定、嗯。大家其实要留意一下，他可能以前讲的是那种 Nokia 3310那个年代的，3310也太久了，15到20，就是有些是那种按键型的手机的、嗯、的一些编码，对，所以就是，但是其实现在智慧型手机都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哎、欸，可是很奇怪，因为他就算是按乱码，他只会说哦，你拨出的这个号码是不存在的空号，他为什么会变成哦你等一下，我们手机的确会有一些讯号是在跟比如说基地台要沟通的，所以不太一样。哦、对对对，那只是这个编码可能在跟基地台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只是它很像拨到基地台，却没有正式的意义这样子。对，对，像我们去国外的时候，他也会要你拨一些特别的号码，对，然后问你要不要加买什么方案啊，对，哦、也会有这样子。好啦，这个是不存在的哦，大家不要再尝试了，我们帮你试过了。哦，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蔡伯文的实验。伯文加油好吗？我也要充电，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很奇怪，可是我的其实有道理，因为你要用运动的饮料可以充电。运动饮料，因为很有道理哦，有道理。因为运动饮料就是 energy drink， 所以就是有 energy、yeah. 哦。因为它有 energy， 它也会给手机 energy。那我听一下这个。不就可以充电？唱歌吗？对呀、啊。那怎么做这个实验？因为你知道我常常去巴山啊，你去巴山的时候风景很漂亮，你会拍拍拍拍，然后就手机没电，那、嗯啊、你怎么办呢？那、嗯啊、就那个杯子加一点运动饮料呢，就加，应该他们说要加一半，然后有这个。不会吧？先看一下它的电量是多少？哎、还是就刚才那支再过来用？好，就50%好，我们就这个。好，这边就有也是50。50%，同一支。因为刚就50%了嘛，对。然后呢，要怎么做？你要这个电线放在？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放在这个，对，不会，怎么可能？真的，他们说那线会坏掉吧？看看，没所谓啊。有吗？好像有没有？好像有。有什么？对不对？那个线如果生锈，等下都泡牛奶了。以前50，现在49，会不会这个电线有问题？要不要换电线？你先不要动。首先，这样子充电是一定不可以的，对，所以就大家不要再做这个实验。对啊，但是呢，运动饮料为什么会说有电？其实运动饮料里面的确有电解质。有很多国外小朋友的玩具，他就直接比如说倒那个柳橙汁啊，或运动饮料，它就会让它的电子钟就会启动、嗯，所以的确它里面的电解质是可以，就是可以让产生电力的。像现在小学生有些课程是用柠檬来发电，就是用这个原理，但是装置要改变，绝对不是这样直接丢进去就好，也不是插头直接插上去，就是我们要拿两个不一样的金属，比如说铜片跟铁片，或者是铜片跟锌片。嗯，要去就是要去改装一下这一条线的一个结构，它其实有点复杂，对，就什么电位差这个东西，对对对，哎、欸，好厉害哦，对，我原本想说不要讲这么多，对，对，就差不多要做出一个电位差，然后用加这个饮料的话，哎、嗯欸，就可以让像是电子表啊，然后或者是计算机啊，就可以让它通电，哎、欸，马铃薯也可以吗？哎、欸，对，没错，马铃薯也可以，对，国外的小朋友的玩具最多就是马铃薯的样子。你们倒蛮会举一反三的嘛，为什么不拿那个马铃薯香蕉？来弄，希望你可以带来让我们觉得很肯定的一个实验。我真的是觉得刚刚前面四位真的是有问题了，他们带来的都是真的很无聊，跟试验没有关系，其实本人就有问题。对啊，什么运动饮料什么就很白痴，就我觉得，然后就没有，就我觉得今天我要讲的这个留言，只是真的，我觉得真的蛮好用的，就我自己在家里用过了，就而且蛮有道理的。哦，对，因为我们就是很常就是那个就被蚊子叮啊，就很痒啊，就是这样子嘛。对，那我们就是不能抓它，不能找它，因为它会变很那个，就对啊，重嘛，所以是不行嘛，会肿起来，所以就不会肿起来。所以我们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只需要一个镜子好了。对，我们这边放一个镜子，然后我们这边抓嘛。例如说，我这边就被叮了。对，那这放在镜子的后面。对，不能。
我们这样子，这个已经被定的那个手，羊的手就放这边，对，然后这边右手放这边嘛，然后我们看着这个手，看着镜子里面，对，看着镜子这里面的手，这里还有一只手，嗯，对，像真的，像自己的左手一样，对啊，这样子像很像我自己的左手一样，哦、对，那这边，对，这边本来是羊的部分。这边本来是痒嘛，那这边我这边要抓它、嗯，就是有点就是找它，那、哦、这边不会痒，就抓右手可以指左手的痒，右手不会痒、哦，不会痒左手了。对对对，我瞄它左手，嗯，然后它要小梁哥要帮它抓右手的痒，嗯，然后秉秀要看镜子，感觉有没有不痒，有被抓到的感觉。可是小梁哥这边干嘛？这边要抓啦，对、啊，你是抓痒，你要缓解啦，你这两边都痒它啦。而且你养的方式，这个是你是在帮人家做护肤吧？应该我这样子比较痒吧？会吗？哦，对对，有，这样比较痒。然后小哥你要抓痒，你要抓痒，对不起，对你那边鸡揪哎啦。哦，好，我这边这样有指到吗？有吗？我想说是让他心痒、我想说这是我专门的，有，真的有，真的有吗？哎，等等，依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反而我在？如果我在右手搔他痒，是不是他的左手也会感觉到？如果这个逻辑的话，晚上八点看什么？欢迎收看二分之一强，每周一至周四晚间八点，敬请锁定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看完了吗？要记得订阅二分之一强的 YouTube 频道，还要开启小铃铛哦。哎，想看更多精彩的影片，欢迎点选旁边的精选的内容哦，一起支持二分之一强。